早安先生，早安太太，你们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Dita Cristina Yolanda， 我今年27岁，我的身高160公分，我的体重76公斤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不罢工，我离婚了，然后我有2个小孩。我以前工作在台湾5年，照顾阿妈跟照顾阿公。阿妈是70岁，跟阿公是75岁。我会打扫，我会煮饭、煮菜、煮汤、煮肉、煮稀饭、洗衣服、晒衣服、当衣服。我会打扫起。房间这样子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太太，再见，去香港，拜拜。